是又发现了什么记忆的秘密，又要戏弄我是吧？你刚刚不是拿徐小琪的招数对付我？你觉得我跟你一样笨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影响你在记忆的高升，别做挡路的狗。 都是为了我自己是吗？难道你要说你是为了我吗？我知道你一直在找我，干脆见一面，来个了断吧。好，你告诉我位置，这一次我一定要揭穿 V 的身份。又有什么秘密要背着我偷偷看？ 本来想说今天跟你去外面吃的，现在算了。我怎么能辜负你的心意？我来订餐厅。 我考虑了一下，我的答案仍然是继续等危险。你同意，我可能会给你一个见面的机会。明天见一面吧。好。 你来啦！你怎么起那么早啊？一晚没睡，赶忙了这周的工作。 出来度假干嘛那么拼？为了这几天不被人打扰。